辛苦了哈，因为马主席哈还没有到现场啊，他也还没听到大家的心声呢哈。那跟大家报告一下了哈，刚刚警察同仁举牌警告的时间哈，台比国民党删除57亿高雄建设预算的时间还要长啊，就知道国民党是多么的野蛮，多么的不负责任，在删除在阻挡我们高雄的预算了哈。那大家辛苦了哈，我们会和平理性的在这边等着我们伟大的马主席来这边，让他清楚的听到高雄人的愤怒，高雄人的心声哈，57亿不是小数目了哈。 这些预算什么时候会删到我们这些同仁身上？哈，没有人敢保证啊，连国一个很重要的建设，高雄展览馆内底要举办着相关国际性的展览的活动，但是这礼拜是高雄市议会国民党总团。 用着上粗鲁的方式，用着上无负责任的方式，把遐医生一条一条连看拢无看，都甲拆开掉。内底有几啊千万，咱相关展览活动的经费，在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以用最不负责任的方式，把这个经费给删除，这是。 高雄展览馆成立以后，第一场的国际型的展览活动，在国民党市议会党团在马英九深入黑手之后，把这个经费给杀除掉了。我们家要用上顶大的心情，我们家要用上富农的心情。 要甲国民党的马英九先生讲，请你放过高雄。我们要向国民党马英九主席说，请你放过高雄。你过去，马英九政府甲国民党为了选举，用这款上粗鲁的方式，上无负责任的方式。 为着因年底选举来欺负高雄人，用着国民党党团与议会内底因大数的暴力，把咱的预算拆掉。未来一冬是咱高雄市发展可能的上艰苦的一冬。咱平均四项建设有一项会因为国民党安尼无负责任的方式。 咱无法度来做相关建设的处理，因安尼看医生，因用一分钟的时间，甲57个医生甲开掉。咱伫遮，要来表达咱心中的愤慨。咱伫遮，咱要要求国民党马英九先生，请你放过高雄，过去。 咱伫国民党内底，咱嘛看到，咱看到一张斗阵，马英九先生伫大东京病院顶
这个时阵，马英九先生要到啊，我们要来展现我们南部人、我们高雄人的热情，我们要来欢迎。大家足无欢迎的，大家足无欢迎的，我们要来讲出我们心中的愤慨。马英九，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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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